是在餐厅被偷了。然后这是 Maggie， 你好。是2011年11月30号的团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我们的团员，哦，都是又年轻的，都是蜜月的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这次你们去玩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来，刘云先讲一下。导游非常的好，公司安排的行程非常的棒。哎，准备快点，准备等 OK 够。因为这次没有我的期待，然后觉得整个行程也没有准备到，然后都很正，都转很正。OK， 谢谢。好，这边全康力。哎，威尼斯那个旅馆超赞的，地点好，对不对？对。耶！啊，威尼斯。阿玛菲旅馆还有阿玛菲双人超棒，阿玛菲一个天价的超棒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米斯。米斯一定要去吃意大利，然后很久没听到我们吃这么多天了。谁要代表？不错，值得大家一起来意大利。OK， CP 值超高，CP 值这点最重要，真的最重要。就是要谢谢导游，非常的窝心，因为他牺牲自己的生日，然后工作陪我们去意大利，而且他就是帮我们调很多事情。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住的地方真的跟大家都很大的不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超棒，超棒。行程安排，可以考虑有其他的行程吗？你说什么？如果有其他行程，可以考虑，也可以考虑，对。然后日本，现在大家觉得什么？那其他是日本，然后其他旅客去意大利的话，大部分都差不多都有去威尼斯、去阿玛菲，但是我们这一团还有去那个特别地方，就是去圣吉米亚诺，这是个很特别、很罗曼蒂克的一个地方。不是你们去的时候冰淇淋店关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没有开到。再去一次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抽奖，可以再去一次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能去吃，只能吃，不能去就回来。对，没有，我空运再要带过来。啊，你要点这个蓝莓。对，谢谢各位啊。那这个今天来了12位，应该多少？24位，对不对？好，十道拉了一半。那有人从最远到哪里来？竹南。竹南。对，然后这边有比较远。依然哦。骑摩托车吗？不会吧，多学睡，开车过来了。好，谢谢各位啊，对，谢谢各位。